这位干爹呢，他有这个47000颗，就是告诉我说要我抽一个天井，对，就是要我直接井起来，没问题，马上实现你的愿望，我一定马上把你捡起来。来来来来，转蛋显示呢？每当未解放角色成为我们要求显示下载中，欸，不显示，但是应该还是会跳啦，因为动画还是有开着。好啦，那我就抽咯。这位分析，这位分析，我抽咯。今年漫博停办，停办啊！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展览形式，我不知道啊。对，各位就敬请期待吧。对。好，我们帮这位朋友们抽一抽啊！如果第几个时间出来的话呢，我是不是要把你继续抽完？气死我了！不显示比较刺激，我怎么调整不显示？是在设定这边吗？是这个吗？是动画要显示不显示是不是？哪一个？哪一个？这个吗？你看我都写不显示啊。你看，都写不显示啊。好，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动？他想把新手教学我是不是？不要不要，我不要解放啊！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动嘛？这个151点的玩家一定没有动啊！他妈的动也很多，哦，等一下，他动蛮多的，有华哥，还有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露娜，还有这个空花也没有，是不是？这空花这次应该也抽不到，新年 UE 应该也抽不到，然后泳装系列应该也没有，这次抽得到，这次我确定抽得到。加叶，他应该算五格是不是？一二，这次也抽得到啊。那个魔鬼美笑，对，这次抽到1、2，所以是。6只是不是？哦，好好好，我们一只都不要把它补起来，好不好？好不好？各位说好不好？负面工伤，负面抽卡，好好，那我就抽咯，我抽咯，我抽咯，我先跟干爹确认一下 ，OK 吗？都 OK 哈 ？OK 吗？干爹在吗？干爹，我抽咯。干爹，干爹说话，干爹不说话了。9898，好，我们看到干爹说9898了，好，走起来，走起来，你他妈一定一个都抽不到，我跟你讲，为什么你还把免费时间给我？是在嘲讽我时间抽到吗？没有这么巧的事，好不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他妈一定让你保底，你的时间一定是保底，妈的，你看啊，爽，啊哈哈哈，啊，爽。负面负面起来啊！我没有抽到的，你也想抽到？如果今天是我抽到了，我当然是愿意帮你们抽到了。可我都没抽到了，我最后是保底保出来的。你有想过我的心情吗？哎，你看没有采光。我后来看了一下，这游戏虽然是5%，你知道吗？但是每个角色分到了只有0.18%吧？对，其实所以其实。公主连结这游戏呢，它的五星几率其实比我觉得不比 FGO 差，欸，就是真的很难抽，真的很难抽。对，那你说这个费时机是5%，我就是觉得算了啦。对，真的是保底比较重要啦。这样对干爹是对的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啦，但是对我来说，我心情比较舒服啦。干你老是为什么两张？可恶！干为什么？操你妈，克总！啊，你有了啦，50颗啦，拿去啦。哎，欸，妹公啊，你也有了，拿50颗拿去了。没有，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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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觉得一次来两张很过分而已。哎，欸，跟妈又踩了，哇操你妈的嘞！
不要再踩了！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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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你妈两张又两张！歪歪歪，可恶！你给我歪哟、哦，是呀、啊，歪！歪歪歪歪歪，是呀、啊，歪！哦，看别人歪好爽啊！气死我了！不可能啦、啊，不可能一直都 SSR 好不好？哪有那么爽的？所以我现在抽几只了？我们抽四只的 SSR 了，四只 SSR， 帮我算一下啊，四只四只。好，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好，来来来，抽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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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有保底的量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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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忆啦！啊，舒服舒服。哎呀，现在是几抽？算六十抽吧，因为那个十连抽不算，算六十抽。六十抽四只 SSR， 所以平均来说呢，每一抽每一点五抽至少就有一只，蛮厉害的啊！不要再赖赖我了，现在下班了，好不好？哎呀，是保底的味道。你现在要不要跳车啊？你现在跳车还来得及哦。你现在跳车自己抽，说不定不用保底哦。啊，不，不用到保底，天顶天顶就有咯。你现在要不要跳车？现在跳还来得及哦。再不跳来不及咯。你看都没有了，保起来啊！好爽啊！什么都没有。哦，这游戏果然是正常的。我想说，怎么可能做我的游戏不正常？你的游戏也是正常的吗？哦，他的家具好豪华的，我看一下，看好爽哦，羡慕。是不是都没有？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难过，对不对？有没有觉得撑不住了，要不要跳车了？现在可以，真的可以跳哦，真的可以跳哦！我的非洲之力现在正逐渐的这个越来越高涨哦，气势越来越高哦。你的哎、欸，你的那个采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哦，真的出不来了、哦，真的。你看，现在都白色的影子，对啊。你现在都拿进来房间都是拿来碎掉的，你知道吗？好，这个是一张而已，这个是合理的。我们现在抽了几抽了？一百抽。算110抽吧，给个五张，我觉得不过分。对对，这不过分，这不过分。你看美笑，对不对？啊，不是笑脸，不好意思，笑脸。对，没问题，没问题。正常抽率，这正常抽率。好好好，现在是100抽哦，100抽五张嘛，所以呢，平均来说呢是20抽一张，这是合理的抽率，对，非常合理。好的，没有哦，没有采光哦。不可能抽到新 K 啦，没有那么爽的啦！看，哪有那么爽的？你真以为你天天过年呢？我看过了，这游戏很奇怪哦。我给各位看一下，这是我昨天半夜不得思其解的一东西，就是你自己看这个抽率的部分。这个抽率呢，它写什么？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哦。凯流新年 Pick Up 0.7%，对。然后呢，我可以连续歪他妈十几张 0.13% 的，我就觉得这不合理。 0.71 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而且将近是6倍的东西，6七倍的东西了啊！一直歪，我这不知道冲他小。对，这游戏真的很怪，我怀疑 Sony 啊，台湾代理啊，这几次更新下来呢，一定是有在偷偷调机率啊，被我抓到了。那更新了那么几 MB， 就在调那个计算公式。当你到这个200颗的时候呢，抽率大幅度的下降，就是要你天井浪费你的石头。我都想好了，独立事件。感谢 Yuki 啊，什么话都没有讲，没关系，八个月，谢谢。不要再密我了，好不好？下班了，干你老师嘞！
哎呦，那是很烦呢、欸。不要再密我了，下班了，下班了，明天再说了。怎么办？我觉得这抽会出哎、欸，哎、欸，我觉得这抽会出哎、欸，怎么办？我有不好的预感。真的，我觉得这抽会出干，我觉得是这抽了。我可以脑中闪过心黑的画面，不妙，真的不妙，不要，不要，拜托不要，不要，我就是这抽了，不要。马子怡呢？不要，不要，不要，拜托，不要 ，no，no，no， 还好，还好。还好 ，no zomi， 我们的旺姐干，干，你确定现在要去抽吗？现在给你抽到，你可能200抽就出了、哦，真的哦，可能要保底了，给他保出来了，补个洞啊，大哥！哎，这个不是说补就补的东西啊，这很难的、啊。好惨十九怎么这么惨啊太好笑了等一下你行不行啊这位兄弟好啦帮你补洞啦帮你补洞啦我仁慈你帮你补洞好不好这个会补洞好不好补洞补洞不要再密了操你妈我都开勿扰模式我开勿扰了有没有那个勿扰模式就是开心酸你知道吗我都开勿扰了妈的一直扰我你看这很奇怪哦真是受不了哎干爹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你了对好啦我开始认真了开始认真了我认真了我认真了好不好认真帮你补洞啊认真帮你补洞你想补几只？补三只好不好？帮你补三只洞好不好？但是心灵黑猫补不起来，对，心灵黑猫你一定得顶出来的，该紧还是得紧的。好的，帮你补一个洞了。对，先帮你补个十 PT， 没问题，有没有？现在170 PT 了，帮你补起来了。来来，继续补 ，PT 还是有点缺，我们再补一个。糟糕，好凉哦！哎，好凉！你我觉得是你的账号问题耶，不是我的问题耶，是你账号的问题耶。你知道什么吗？请容我做一件事情。这个啊，这几只都不是我的那个本命，请放下我的本命好不好？来，帮你放一下，看一下啊、哦。哎，对哦，你没有新年黑猫干，我想要放新年黑猫的，那我们放那个黑猫就好。啊、哦！感谢我们的星空幻月，这个984在拿干爹的账号洗业障，不是，是干爹自己要拿业障给我消的。我其实应该拒绝，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抽的不好，你真的要给他抽给我抽吗？说要，对，所以对已经把那个业障放到我前面要我消了，那我就放这只，对，要放凯流，对你没有放凯流，怎么可能召唤者出来？重点是呢，你要放几只凯流？来来来。这个是一般的凯流，我们必须再放一只泳装凯流。你有泳装凯流吗？泳装凯流是这只吗？不是这零，不好意思看错了。泳装凯6666，有吗？你有吗？啊，你有。好，还没有下载，这不可以哦。你怎么会没有下载呢？啊，这不是凯流啦，这是月月啦，看错了。哦，不是啊，没关系，我想到了，不是凯流的问题，是你要放紫色联盟，把所有紫色头发的都放进来。对，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有眼盲症，你知道吗？就是我认人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认不出来，就是我太多的时候会眼盲。对，所以塞电的本身这个东西呢，会眼盲也是理所当然的啦。对，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紫色头发都放进来吧。好好。好好好 ，OK OK，
他没有，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他没有，他没有泳装，没关系。好，我们紫色联盟呢，这样刷一遍，对，嗨，感受到那种紫色的灵压，马上点进去我们的三星，抽一个十连，马上就有了，谢谢各位，毕业。不是，你这个连续三个保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你这个连续三个保底怎么回事？文根老师嘞，哎，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这个游戏有问题了吧？等一下，干爹啊，我觉得我还是抱持着这个随便的心态抽一抽好了，这太可怕了。我们不要抱持着想要补洞的心态，就是随便抽吧。这个如果在19。干他妈的！我真的觉得这游戏有问题了。啊，没有没有19，没有19，没有19，没有，差一点点哦。没有没有，这没有19，这没有19，28。哎呦，这个有跑条的感觉哦。难道就是这一抽210抽？210抽有了，就这一抽，就这一抽了，就这一抽了。好了，就这一抽了吧。谢谢各位，谢谢你，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这不是我愿意的啊，这游戏真的很难抽啊。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很难玩欸。说什么5%？干我感觉不到啊 ！Again， 这次那个什么，那个灰姑娘那个 face 记位是觉得都抽不到，超奇怪游戏。哇，怎么游戏可以飞成这样子啊？我觉得是这个原因，你不能点这边，你要这样退出去，再点它。哎、欸，有嘞、欸，中嘞、欸！恭喜你，恭喜你，干爹有了，中了230抽，230抽啊！如果这个补洞，我也不能怪我。如果这个补洞不能怪我，对，但应该就这个了。230抽，230，非洲啦，剩下70抽自己抽了。四郎，我的公主连结40抽出两个新年凯流，加油！了不起哦，干180150，谢谢。这个可能是补洞欸，怎么办？我觉得是补洞的感觉，有没有补洞的味道？我觉得有哦。啊，干是补洞欸。可以吗？我觉得不可以欸，龙女那么普通，他没有古雷啊，他没有古雷啊，刚好能上四星哦，好哦，那你自己上，那剩下70抽，我觉得就是下去啦，好啦，300抽仅一个出来啦，这个世界仅是很正常的，好了 ，all in 了是不是？好好好，各位等我，马上就 all in 给你看。好了啦 ，all in 了啦 ，all in 了啦，不客气不客气，真的，真的极限了，真的极限，我不知道怎么今天抽率这么差，对，可能昨天夜障消完了吧，因为我跟各位讲好了，我昨天发生什么事呢？昨天呢，我又忍不住刻了这个有常识100颗啊，不1000颗，不好意思，1000颗，然后抽那个他有一个新手冲刺的那个是出一般卡池的，然后呢，我连续补了两个洞。对，一次出2张 SSR 卡，然后呢，剩下的石头呢，再用那个打竞技场把它挖出来之后呢，我再把它抽了30抽起来，对，然后呢就又补了3个洞，对，然后还顺便加一只黑猫，对，昨天运气可能用完了，对，昨天运气可能用完了，所以今天可能抽不太到了，对。不过我昨天还是300保底啦，我还是把44花保出来了。
对，四四话我还是保出来了。对，这个应该是不，应该是五十颗哎，干爹，这个是五十颗。哎，亚里莎我好想要哦，他看起来好可爱哦，我一直抽不到。两百六，好啦，如果是200球以前抽到，算我赢。300颗呢，我觉得就是真的太非洲，建议你以后给次郎代抽呢，没有准备个300颗呢，不要过来。对，像我朋友呢，都是给我300颗，然后呢，我尽可能在20抽把它抽到。对，但是有时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没办法的，就是不可能每天都是过年啊。请问次郎现在新手建议公主季还是限定三星，还是新手冲刺？其实我觉得公主季就可以了。因为新手冲刺跟公主季是一样的啊，啊不不不是，限定三星跟公主季是两个，我觉得一定要抽啊。新手冲刺本身给的就是那三只限定角啊。哦，尼诺，开跑条感觉没 feel 是不是？是啊，没 feel 啊，但是。跑条这种东西呢，我也不是我说开就开嘛，它就是开着嘛。好啦，干爹剩下多少？30抽，把它抽完哈。现在270嘛，对不对？加油，30抽，每一抽补一个洞，哎，补补补，补一个，总共4个洞，完美剧本。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没有补到没关系，我们下一个一次补2只。来来来，教各位什么叫补洞。来啦，一次补2只的。来了来了，补起来了补起来了，补50颗母猪死了。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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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又是我们的克总，我跟克总真的很有缘的，真的 ，Christina 真的很有缘。对，好了，290，最后的抽查啊，结束了。补了多少魔族石？我觉得补的没有很多哎，比我预想中少一点。原本我预计大概要15只 SSR， 对，所以这次补的有点少，我觉得太少了。对，对啊。BFGO 难抽，这游戏一直以来我觉得都没有 BFGO 好抽啊。哎，300了，啊，我直接把你换出来咯，换44花对不对？没有啦，没有啦，换新年凯条对不对？凯条是不是？好，换44花，我懂我懂，你想50颗吧，没问题。好啦，换凯条咯哈，凯条哈 ，OK， 换出来了。换44花干爹直接抓狂，哎、欸，我抽到了，我抽到了，哇、哦！白痴哦、喔！笑死！我也不知道跑条怎么关呢、欸。说真的，我不知道跑条怎么关。好啦。我们把账号还干爹。哎，如果现在在线的还有那个 Twitch 或者 YouTube 的干爹，有这个保底的，可以叫我抽，不然下一次开台应该就没了，因为这个活动直到5月8号，对，下一次开台应该没有。如果还有要干爹的，现在可以 Discord 直接撕我，哎，我直接处理一下。但是你看到这个抽卡状况呢，你可以三思一下，不见得都要给我，对，你可能会后悔，对。